丫头，哎，丫头，哎，丫头，奶奶好想你呀、啊，丫头，他们虐待我，丫头，快回来，哎，头，哎，丫头回来，哎，丫头，哎，丫头，快回来。奶奶想你，奶奶想你啊！哎呀，哎呀！哎呦妈，都几点了？您怎么专挑半夜闹啊？我肚子好饿，他们都不给我饭吃。哎呀！行了，一会儿就来了啊。奶奶好想你啊，哎，阿童，他们虐待我、啊。玲玲，哎呀，玲玲，回来呀！玲玲，回来！哎呀，玲玲，哎呀，快点、啊！你怎么睡得那么死啊？我在楼上都听见了，你怎么就听不到呢？因为这阵子奶奶哭哭啼啼的，实在太吵了，所以我就用棉套把耳朵给堵住了。行了行了，赶紧给奶奶弄点吃的去，啊！现在，要不然奶奶怎么睡呀、啊？他们虐待我呀！真是，以前那个安秀元在的时候，他不管什么时间，都能把奶奶伺候得好好的，从来不见他闹。你怎么就不行了呢？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快去啊！嗯，丫头。你快回来呀、啊！妈，丫头，妈，你别闹了，这深更半夜的，邻居都睡不了觉了。你谁呀你？我都说过了，不把我的安丫头找回来，谁都别想消停。妈，您听话啊，我都已经在给您做夜宵了，一会儿给您吃，吃完您就睡觉，好吗？吃宵夜。你是大便吧你啊、哎、还吃宵夜呢，哎，哼，丫头，哎，丫头，你回来，这样下去所有人都会疯掉的，丫头，必须把他送到医院去。在这儿休息啊？你昨天不是先回家的吗？我们家里被我奶奶闹得根本就睡不了觉。那为什么没有去方子怡那儿？怎么了？我只是多喝了几杯而已，没事的。以前你也喝多过，但不是这个样子。宋平，缘分这种东西强求不来，我看你还是算了吧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怎么？你觉得我为了那种女人，我会自暴自弃吗？她值得我这样做吗？你这种呢，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。以前有齐斌和美芝，现在又多了个安秀妍。有句话说得好，性格决定命运。你就是一个典型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一而再的被最好的朋友出卖，这就是我的命？啊，宋平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不过觉得你是时候该反省一下了。哎，阿姨啊，您的土豆丝请慢用啊。哎，
哎，老板，您的干煸鱿鱼啊，谢谢。哎，太会生活了，终于有进步了。哎，小姐。哎，什么事啊？两碗饭一个汤。两碗饭一个汤，好，我记住了。秀妍，是经理，什么事啊？秀妍呐，我一直都想问你，我看你干的也挺卖力的，那我就不明白了，以前那个老板为什么要辞退你啊？我也有点记不清楚了。哦，看来你干得不开心呀。不过他奶奶对我可好了。不是吗？啊，是是是。服务员。哎，汤呢？哦，马上到，稍等啊。啊，去忙吧。喂，秃头，给我滚出去！妈，你少废话，我已经说了，没有安丫头，我谁都不要。如果不把安丫头给我找回来，我就把你们秃头都扫地出门。滚，滚出去！妈，走。妈。妈，我看暂时先别找别的保姆了，奶奶不会让他们伺候的。可是这里没有人也不行啊，奶奶这身体是需要有人伺候的。我都陪了整整两天了，眼圈都黑了。哎呀，让我怎么办呢？奶奶这分明是要折磨死我们呀！不知道那安秀妍到底有什么魅力，能让奶奶这么茶不思饭不想的。你们在说什么？你们说我坏话，还不快去找安丫头，我谁都不要。没有妈，没有妈，我告诉你，秀妍已经走了，您不要再提她了好吗？我知道她走了，是你赶她走的，是你这个坏女人赶她走的。也不知道我这个儿子是吃错了药了还是怎么的，会娶你这个扫把星进门。妈，您这是什么话呀？干脆我把话跟您挑明了，您今天就真的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秀妍也不可能再回来的。你这个坏女人，你这个扫把星，你就是扫把星，你居然诅咒我，你这个扫把星。奶奶，你敢咒我啊？奶奶，我说你是扫把星啊！你听着，你妈咒我啊！哎，不会的，奶奶。哎，你是乖孩子，去把你嫂子找回来，把你嫂子找回来啊！妈，您现在即便去找她，人家也未必肯回来。她是我的孙媳妇，为什么不回来？什么孙媳妇啊？他们已经离了，她配不上松平的。你，滚，滚！你这个扫把星，你给我滚！扫把星。妈，您到底要我怎么样啊？我告诉你，不把安丫头找回来，我就这么一直闹下去。秀妍，难道是因为这个你就来这里打工了？我真的没想到。其实松平他不是一个在钱上会计较的人，秀妍，你现在觉得很辛苦吗？人生本来就辛苦啊，不过我觉得你们有钱人表面看起来好像拥有很多的，但是可能心里面也有一些说不出来的苦吧。是啊，我的苦也许并不比你的少啊。秀莲，我可以帮你找个更好的工作。为什么？可能是我想补偿你吧，毕竟是因为我才把你牵连进来。要不是我，你现在还在江北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，现在让你到青城来过这样的日子，我就有点对不起你。如果你真想补偿我的话，你就请我吃这一顿饭吧。真的这么简单吗？那还要多难啊！
秀妍，你愿意跟我做个朋友吗？跟你？嗯，那是我的荣幸啊。好的，那这么说定了？一言为定。好，谢谢。来，你请我吃饭，可是呢，我无以回报。这样吧，我唱首歌给你听了，那大家就谁都不欠谁了。啊，好啊，好啊。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，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。秀妍，你的声音真好听，你去学过声乐吗？你别笑我了，我哪有钱学声乐呢？真的，你唱得相当不错。对了，我知道浩然他曾经骗过你，我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。我知道呢，你也不理解我们这些穷人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，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为了钱会做一些不得体的事，但是绝对不会做那些违背良心的事情。秀妍，这个我知道的。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我真的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像你这样生活这么辛苦的人。哦，我没有看清你的意思，你身上有一种朴实的美，真的。当时你看到我浪费粮食心疼的样子，我到现在都忘不了。其实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啊，我心想，哇，这个女人好漂亮啊，好高贵啊，好有气质，而且好有文化哦。没想到我们还这样互相欣赏。哎，为了这一点，那我们喝一杯，来，干杯。我衷心的希望你可以真的开心一点，因为有时候我看到你的眼神好像有点伤感了。是吗？好多事情都过去了，你不用在意的。对了，秀妍，你学过皮肤护理吗？我皮肤不好吗？没有，我有一个朋友学美容的，开美容院的，如果你愿意，也许我可以。我明白了，谢谢你，看时间吧。好，我也差不多该回去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嗯，好，改天再聊。好，要我送你吗？啊，不用了，拜拜。啊，对，谢谢你这顿饭啊，再见。姐，秦总的奶奶怎么又住院了？住院不是挺好的吗？这倒是个能讨他老人家欢心的好机会。这倒也是啊。哎，姐姐，我听说秦总奶奶的脾气可怪了，要不要我陪你一起进去呀？不用了，一个疯老太太能有多大能耐？哦，姐姐，这个给你吧。嗯，你小心点啊。拜托你们了，谢谢你们啊。不用不用，其实您不用这样的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还是留给豆豆吃吧。啊，不不不不，给你们的。好吧，那谢谢您了。哦，对了，孩子的爸爸很忙吗？怎么，你们没有一起来啊？爸爸，啊，哦，他，他没空。哦。哎，你那么关心豆豆爸爸干嘛呀？我是担心他脸上的伤。哎，对了，上次他见义勇为之后没事吧？那帮流氓没有报复他吧？见义勇为啊？对啊。没事没事没事。真多亏你们了，还惦记着他。应该的嘛。好了好了，不打扰你们工作了。这有人相信啊？见义勇为？他？哼，流氓来了，
他比谁跑得都快。话了，你怎么可以下地走路呢？你还记不记得你在家里面，我从来都不会让你的双脚碰地的，要不呢我就让你坐轮椅，要不我就背着你，怎么会像今天这个样子呢？嗯，像你这个年纪呀、啊、你知道吗，很容易受伤的，万一你真有什么意外的话，你要我这安丫头后悔一辈子吗？你要我难过一辈子吗？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呢？你再那么不听话的话，我不理你了。我知道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可是在这里他们都不照顾我，而且我好想你。我出去，我就是为了找你嘛。我真的好想你，我只是想找你，我才出去的。我知道了，我等一下出去狠狠地骂他们一顿。好，好，好。你以后不要再这样子了啊！你知道，不要那么不听话。主要是你不要离开我嘛。奶奶，你来了。嗯。奶奶，待会儿我哥过来看你。奶奶，我出去给你拿杯水啊。不要不要不要，我不喝水，你不要离开我。不怕不怕，我一会儿就回来了。我不要，一会儿都不行。你在这做什么？这不欢迎你，你走，马上走！不让他离开！不行不行，走！不走！哥，不要！不要！不要啊！你非要在奶奶面前这样子吗？你有没有人性啊？奶奶那么疼你，你这样对奶奶，你有人性吗？我对奶奶怎么了？我来找他怎么了？有规矩说我不可以来看他吗？你不要再装色了，你骗不了我的。你想利用奶奶达到你的目的是吧？
只有像你这种心胸狭隘的人才会这样子想别人的。是你心胸开阔，我告诉你啊，就拿你现在做的那些事来说。我干什么？你为了钱什么事不会做？你不要在我面前装清高了。有什么事的话你来找我，不要再来烦奶奶好不好？那好，那麻烦你照顾好奶奶，别再让她伤心了。轮不到你来管我。如果你们家可以把她照顾好的话，她怎么会想到来找我呢？什么意思？我的奶奶我会照顾好。你真的会照顾她吗？那她喜欢什么你知道吗？你什么都不知道。这是我家的事，轮不到你这个外人管。你看你现在说什么话，大风话。我没认识你之前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世界上有像你这种自以为是不管别人感受的人呢。总之我警告你，以后不要再来烦奶奶。秦总，你怎么说我怎么对我我都可以忍，但只限今晚。奶奶她对我好，我不想在她面前跟你吵架，我不想让她难过，但是以后你跟我说话要客气点。你除了比我有钱之外，你没别的比我强。我说完了，你现在可以走了。我刚才我着急，我过来我翻那么高的墙，我嘎嘣我腰着地了，你看。哎呀，好好，不说了不说了。哎，我跟这儿的经理已经说好了，说你有服务员的经验啊，现在这样你过去了。真的？好吧。老婆你太够意思了。够意思？那我的钱是不是啊？不，这一码归一码，钱还得还。行，不说这个了。我跟你说，还有一个好消息我要告诉你。你说。我们这儿长时间的要送外卖的啊，我把秀妍的电话和那家餐馆的菜谱都已经扔在这儿了。哦，哎，完了以后备不住，咱们还能有小费呢。老婆，你太够意思了。哎，不说那个，赶紧走，走，送外卖给小费啊！哎呦，太好了！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。哎，大姐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是能去那个演艺吧唱歌，这也是不错的出路呢。还可以唱歌啊！啊，哎呦，更好了！你怎么知道我唱歌好听啊？我当然知道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个演艺吧呀，特别的火，好多过气的歌星都在那儿唱歌。哦，哎，这样。你啊，这边先干着，一旦那边有机会，我跟经理说一声。经理是我哥们儿，也是你哥们儿啊，我的朋友遍天下。哎呀，好啊！你不吹牛你能死？我肯定是债主遍天下吧？是不是？是。你觉得他现在能唱歌吗？能啊。啊，哥。哥，啊，宋林。奶奶她刚刚睡着，现在奶奶睡了，一时半会儿也醒不过来。对了，其实秀妍来医院不是来纠缠奶奶的，她有个儿子住院了。儿子？还有个女儿。秀妍来医院是为了给孩子拿药的。前段时间儿子一直住院，他几乎每天都来医院，所以今天碰到奶奶绝对属于意外。他也不知道奶奶会在这个医院。他儿子病很重，得了肝功能衰竭，还有很多并发症，恐怕只有接受肝脏移植手术才能够活下来，但移植的费用很高。你真是阴魂不散呐！你跑到医院来干嘛？哦，想打架是吧？好啊，这边是医院，我直接把你打进医院好了。来啊，我告诉你，
我今天替秀妍好好教训教训你。怎么，你觉得他委屈啊？你废什么话呀？啊，他在你家，你奶奶那么对他，你妈那么虐待他，你呢，你还是人吗？你也怎么对他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。来动手，来来来，你先拿我，免得说我欺负你。来，哎哎，你，我真瞧不起你，你一个大男人居然要一个女人赚钱来养你。你别血口喷人，我什么时候让女人养我了？怎么没有？你几次跟安秀妍开口要钱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你挺有本事啊，啊，利用女人赚钱养你，你挺聪明啊。是你利用了秀妍，你害了她，你反过来说我。秦松平，我忍无可忍了。我流血了，秦松平，我跟你拼了！啊！秀妍，他先动手。你别走，你别走。好了好了，你别走，没用啊。秀妍，刚才不知道谁踢了我一脚，然后那混蛋他打了我一拳，我就流血了。秀妍，带我去急诊吧。给豆豆治病的钱已经不够了，我现在还要带你去急诊。秀妍，我帮你打架。秀妍，我们帮豆豆换别的医院好吗？干嘛？你怕他见到他？也行吧，反正现在我们有点起色了，就给豆豆转个医院吧。我们专心挣我们的钱，别再让那个混蛋打扰我们的生活。打扰我们的生活也就罢了，干嘛老打我？还有那一腿，到底谁踢的？说起来我……秀妍啊，这附近的医院肯定不行。这么大的病，得到大医院治疗啊。房东大姐，麻烦你帮我问问啊。啊，不客气，我那时候是不知道你们家里的事儿。豆豆长得这么可爱，安然又这么懂事，我非常喜欢这两个孩子，就是为了豆豆我也该出一份力呀，你说是吧？谢谢您啊。不过秀妍呀，我跟你说，你是不是应该先让老包搬家呀？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，对你能有什么帮助啊？会冻死我们的，不能光顾了玩，还要见我。我跟你有仇啊，你这么损我。对，你就是跟我有仇，你欠我好几个月房租还没交呢，赶紧把房租给我交上来。依然快乐的玩着。哎，我说秀妍，你别听他，这房东这瞎吵吵，就因为我欠他俩月房租，他就跟我结上仇了。切，你放心，你欠我的钱还没还完呢，我怎么会赶你走呢？我说嘛，还是秀妍大姐对我好。老包啊，秀妍唱歌这事怎么着了？啊，那事儿啊，
说好了，我跟经理说好了。那经理是你朋友吗？当然，那是我哥们儿。妈妈，你又要去唱歌了？是啊，妈要兼职很多份工作才可以赚这么多钱的。哦，豆豆，你知道你妈妈唱歌很好听，你听过吗？当然了。你什么时候听到我唱歌了？不是，那歌厅里的人都听过了，说你唱歌唱得好，说只要你一上台，那些大老板都静静地听你唱歌。说什么你？什么歌厅啊？你居然陪人去唱歌？你听我说，安然，不听。你居然陪人去唱歌喝酒，你太不要脸了吧！安然啊，你不要叫我，你还说不会做对不起我爸的事，结果呢？原来你是个骗子！安然，安然，你小子真有一套！安然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这一次一定要让我把话给你说完，你才可以走。听完了以后，如果你还觉得我是骗子的话，随便你。听我说，我从来都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爸爸的事。为了赚钱，为了养活你，我干好几份工作，多苦多累我都不觉得。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们在歌厅工作都是靠劳力赚钱的。安然，你怎么这样对你妈呢？你知道她有多辛苦吗？她为了你们两个受了多少委屈，她为了豆豆不停要，她努力工作赚钱，这回的工作是她好不容易才找到的，她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赚钱让你们活得幸福点吗？不都是为了你们吗？从小到大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我知道你是听到我在歌厅工作，所以你才不肯原谅我。你觉得我丢了你的脸，但是尊严、面子对于我来说都不会比你们的幸福更重要。我一定要赚这一笔钱，我一定会让你们过上好好的生活，你明白吗？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讲？我长大了，我不是小孩子了，我可以帮你们忙的。如果你跟我说，我一定会谅解你。可是你们为什么什么事情都不告诉我，什么都瞒着我？我的好孩子，我知道你已经长大了，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跟你商量一下的，好吗？好，别哭了，再哭我的心都疼。宋平，宋平，你等等，宋平，你给我点时间听我说好吗？你看看这个，子怡，我现在真的很忙。问题不会的。还有，有些事情我要跟你说清楚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跟你只有工作上的关系。如果我没有找你的话，希望你也不要到公司来找我，我不喜欢被人打扰。我们怎么只是工作关系呢？前天你还来找我呢，今天又对我这么冷漠，到底我做错什么了？你要这样对我？松平，就算你讨厌我，至少给我个理由吧。松平，你知道的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我求求你不要这样对我。子怡，我想得很清楚了，我们的关系就保持在工作方面上吧。宋平，宋平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你记不记得，我以前只不过是在酒吧里唱歌的一个小歌手，是你发掘了我，捧红了我，给了我现在的一切。
可是，自从安秀妍出现以后，一切都变了。她有什么好？我真的很想知道。就算她千好万好，可她对你不忠诚，而我却可以对天发誓，我方子怡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。我那样做，是因为我太爱你了。你不该这样对我，你这样对我不公平。办公室里面有药，帮你擦一下，好吧？来，慢一点，我扶着你。走吧。秀妍呐，嘉年华夜总会可是咱们的老客户了，你呀，快去快回，千万别送晚了，凉了可就不好了啊。放心吧，我听过那个夜总会的名字，好像有很多啊过气的明星都在那里唱歌的。别胡说八道，尤其是在人家面前，可千万不能提什么过气呀、过时之类的词。哎，知道知道。你知道那帮歌星虽然过气了，但是他们个个普大的不得了呢。记住了记住了。这花生奶呀是李丽要的，每一次李丽唱歌前必须喝花生奶，要不然她嗓子不舒服。你看现在都是玻璃瓶的，千万要小心啊，别摔碎了。李丽，她是我当年的偶像啊，她也在嘉年华唱歌。哎，经理，我可不可以找她要签名？签名可以，就是讲话千万要小心，千万别提什么当年之类的词，人家心里啊会不舒服的。好，我记住了，我去见偶像去了。好，再见。快去啊。姐，这是你要的花生奶啊。谢谢啊。丽丽姐，你知道吗，你真的是我的偶像。哎，你以前出的所有的专辑我都有收集。是吗？谢谢你了。偶像啊，当明星真的跟普通人不一样哈，上台唱歌之前要喝奶的，可以保护嗓子是吗？是啊，我以前唱歌之前我是喝白开水的，不过喝多了我又会打嗝。哎，你以前也唱过歌啊？你在哪儿唱过？我在江北。哟，原来是同行啊。哎呀，说什么同行啊，我只是赚钱糊口了。我们现在也一样啊。那你一般唱谁的歌呀？总不会是原创吧？我以前唱的大部分都是老歌。邓丽君的歌我是很喜欢的。邓丽君的歌，真的是好久没有听过了。那你唱一首给我们听听好不好？对呀、啊，给我们唱一首吧。唱一首吧。是啊，快唱，唱吧，唱一首吧，快唱吧，唱吧。哎，小姐，车给你停好了。偶像，偶像，那我介绍你认识他，他是我的好朋友江浩然，他是在这里看车的。你以后要停车的话就找他。我看，我看。不会刮花。秀妍。秀妍，我们待会儿就要上场了，你唱一首歌给我们听听好不好？来，大家鼓鼓掌。对对对，来唱一个吧。是啊，唱一个，唱一个。是啊，唱一首吧。唱一个吧。你要唱歌啊？既然偶像叫我唱，那我就唱给偶像听了。我给你打节奏。借个麦克风给我。来来。轻轻的一个吻，已经打动我的心，深深的一段情，叫我思念到如今。
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哎，唱得真好，不错不错，没有伴奏的情况下真的可以啊，真的可以啊。夸你的，夸你的。来，秀妍，来。哎，什么是偶像？你以前正规学过吧？有学过，不过又好像没学过，上了十几堂课吧。哦，你的嗓音真的是不错呀。哦，在我的培训下。哎，偶像，其实我这一次来是想要你的签名的，你可以帮我签个名吗？哎，这里，与我的笔吧，我这个不褪色。哎呀，一样的。对。干嘛？你不要打扰人家。偶像，签两个。那人家都要上台了，你给我签一个嘛。哎，签两个。哎，签两个。你运气好啊。我现在发现我越来越不了解你了，你一会儿对我很好，一会儿对我很温柔，一会儿又好像一点都不关心我，眼里根本就没有我，到底是怎么了？子怡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我希望你可以老实回答我。你是真的那么喜欢我吗？当然了。如果我秦松平没有现在的身份、金钱和地位，比如说我只是一个清洁工或者是无业游民，你还会喜欢我吗？当然啊，我一样会喜欢。子怡，我破产了。啊。